好，很久没有录工作高手了，那么今天要录的关键词是钢铁女侠。我接下来我们一睹为快，掌声有请谢国飞。大家好，我是谢国飞，我来自扬州，人送外号钢铁女侠。你为什么叫钢铁女侠？就是我经常跟什么钢丝啊、钢筋啊这些东西打交道，钢刀啊什么。你是建筑工人吗？这功夫是从小练的童子功吗？对，因为我从小一岁半的时候，我妈妈她就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他们是离婚了吗？他们可能没结婚吧。不是，那爸爸再婚了吗？嗯，也就是说从小基本上没有感受到过父爱母爱，可能吧。好，行，咱不聊不痛快的事儿了。那你拜师了吗？九岁的时候吧，然后我姑姑就带着我们出去拜师学艺。你的师父是不是叫钢铁侠？我师父是山东的，他是洪门的。那从小习武都习些什么呢？洪拳啊，然后九岁开始，对，然后一些少林的硬气功之类的东西，像我们吃饭全都是这样子，没有凳子，没有凳子给我们坐，然后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是把这个腿这样子把腿放在上面抱着。一年365天吗？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累了就换个脚这样子睡觉。白天晚上都练是吧？为了。24小时循环练，休息也是这样子。白天我们休息就是这样子，你想要不练功休息就这样子趴那边玩一会儿，就当休息吧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因为那个时候练功还比较苦，基本上每天都在哭。师父是不是对于你来说就像父亲一样？对，小时候其实挺恨他，就是我自己，有这个技能赚钱以后，我就觉得。才真正的理解那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种感觉。想跟师父说什么吗？师父，我就是希望你身体健健康康的，因为师父他得了那个胃癌，所以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，岁月静好，就这样。谢谢师父。师父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对，我特别想知道你走的时候跟师父说了什么。师父，我挣钱去了。没有。师父，我其实以前师父，我们小时候嘛，师父就说每天给我们存10块钱，然后存了，后面存了好几百的时候，师父有一天他说把他借走，然后说会还你们，他就再也没有还过。然后这种事在刚刚含着泪跟师父说完这一段之后说这一句，哎呀天哪，这有点大煞风景。这是事实嘛？然后为什么他刚才应该接一句师父该还钱了？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，因为师父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我们也慢慢的长大了。那我觉得我们一直跟着师父，有一天如果说师父他不做这个了，那我们两个又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就跟师父说，师父我们的就是工资什么我们也不要了，就当是孝敬你老人家的，然后我们走了，我就带着我妹妹就出去演出。你是表演武术还是表演硬气功？都有。我们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组合叫做刚柔姐妹花，一刚一柔。我妹妹是柔术，我是硬气功。挣钱吗？还行，看样子是蛮挣钱。啊，给我们150一场，就一天大概十几分钟嘛，150块钱啊，00年的时候吧，还可以了。然后后来就变成了300一场，啊，更不得了了。对，300，然后涨到500、800，后来涨到8000。对，一直这样，但是我们没有存下一毛钱。你们都干嘛了？花了。吃穿用度。对对，穿的衣服什么的从来不手洗，全部背到干洗店。对于吃哈，反正想吃什么吃什么，肯德基天天吃的想吐。我想请问你们还练功吗？我吃成两个大胖子 啊。那什么时候办那个跟斗呢？一直都还可以，然后、一直都还挣得到钱。那什么时候找的老公？就是因为我们不想
当你演出时间长了以后，就有点厌烦这种感觉。然后我们就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店，我跟我妹妹就觉得老是买衣服，不如自己开一个服装店。100%赔了。对。一开始那卖的都是自己喜欢的吗？那时候因为服装店一天只赚个1000+块钱，对于我们来说就觉得太少。一天挣1000+块钱不还可以吗？太少了，又感觉一个月也有几万块啊。因为我问题不是，我一场演出8000。对，一场演出8000，而且我这一场就副业喽，10分钟左右，我这一场。那服装店从早就得去。你这10分钟能跳到80岁的10分钟吗？但是没想这么多嘛，那不是小吗？是目光短浅。对，嗯，那个时候店不是觉得开的没意思。我不想听你说开店，我要听你怎么找到老公的。对，想这得有后续。我当时很简单，我就想找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结婚。你为什么？普通的家。所有女生不一开始都有白马王子的梦吗？怎么你一开始就要找普普通通的人呢？就是我想要做到这个男的，他必须什么都听我的，我叫他朝东他就得朝东。所以他不能太那个，就是如果说我找一个家庭背景特别好，然后肯定就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。你不会硬气功吗？我觉得他这样对啊，他找一个听他的，然后才不会被他打死。对，因为你也这么想的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能赚钱，所以有没有钱对我来说就不重要。所以他怎么出现的？就去演出，演出就受伤了，我养伤，玩游戏就认识了我老公。哎，你老公追的你哦？嗯。啊。他每天给我打电话，就是那一个月，每天都打7-8个小时的电话。要拜师吧，这是。没有没有，瞎聊瞎聊。啊。然后，后来我就去他家看了一下，我看他家房子挺大的，适合放东西。服装店好多衣服没地方，没卖出去的。嗯。我当时想法特别简单，就是把我的所有的东西一车拉到那个地方，先找个地方放东西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找了个仓库保管，还附带场地，是吧？对。你先生还有先生的父母知道他们是因为自己家里趁一个仓库，所以获得了一个媳妇儿吗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当时对我特别好，我第一次。你是不是感觉像找到了家一样？对对对，尤其他父母对我特别的好，就他们吃早饭啊、洗脸的、刷牙的都给我拿到床上来，就那种感觉特别好。所以不光是老公说往东就往东，是婆婆和公公都往东就往东。婆婆和公公以及老公都深知他武艺高强，不敢惹。结了婚以后就很少演出了，就淡出演艺界了。对，基本上是退出演艺，是吧？那现在怎么又出来了呢？因为当时那个我们家有个超市是给我开的，我去进货全进的是我自己喜欢吃的。那个超市还在卖的没我吃的多。啊，那超市还在。超市现在租给人家了。哦，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武功呢。我看今天给我们的表演的项目啊，柔术、头顶钢筋、手撕脸盆，还有彩蛋碎砖。啊，哪吒的感觉就来了。
少吃两只肯德基就更好了。这第一个动作我觉得好像还不太难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也行，但后面这个谁愿意上来尝试一下？哎，杨蓉你试试，我觉得你俩身材差不多。来来来，杨蓉，杨蓉你真敢上啊！太夸张。郭飞，咱就让他来第一个动作，从上往下能套下去就可以了，试一下看看，试一下。手上去，肩膀应该很容易，对。可以可以，这可以过来。两个手，两个手，这很容易。啊、哦，这可以。掉下去了。那来一个稍微难一点点。啊、杨蓉，你有这么瘦？来一个难一点点。当你被卡住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离开的。一个脚跨进去，头进，对，头伸进去，出来，我像贞子一样的。哎，哎进去了，哎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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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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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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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挑战一个难度。杨蓉，杨蓉终于证明自己还是瘦呢。我的妈呀，然后出不来了。蓉儿每天练瑜伽。哇哇哇哇哇，可以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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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啊，你不用练就这样了。怎么着，我平时没有默默的练呢？接下来这个危险了啊，您可以大胆来，这个嘉宾我们以后准备不要了。不好你注意点，这个滑别掉下去，我担心不好会掉下去。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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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浪费人家气都被你破了，人气功的气都没了。来几个人帮忙，再上一个。我觉得这个至少得两个以上，对对，多两三个人顶在后边，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女侠，手下留情。你们还要脚下站住是重要的。对，那被顶飞了，我感觉要。动归动作好。不行不行，他们两个都不行。他们两个来来，我跟你起来，再去一个，再去一个，我来我来我来。哎，你们不能晃来晃去的。哎，她好美啊！啊！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镜头给个特写，看看他的喉部。我们看一下，也就是普通的一个硬横，哎，这就是硬气功，哎。陈不恒，你说说你手上的这个钢筋是你平时见过那种建筑钢筋吗？是啊。你们三个人能够搬弯这根钢筋吗？试一下，不太可能。段东跟陈不恒把它掰直。我跟你说，以前有一个人，他不相信，他一个人上来给我顶，他这个地方疼了，因为他不相信，所以我就给他垫的毛巾比较薄，他疼了一个星期，真的。看看能不能掰大一点角度。你俩抓稳，别打脸。来，弹性小心点。小心弹哦。好，你再反作用力，看看能不能更小角度试一下。他掰过去，哎，对对，别对着自己喉咙啊！你那个不行，对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可能做到，我连站都站不住，不要说顶的这事儿。这个钢筋是搬起来非常给劲，而且往回弹啊！哎，你们俩看到他把这个东西给顶弯了之后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们的感受是什么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觉得得。还好没娶这样的女人。我们看到的时候的确是感觉到好像男人在她面前非常脆弱，我们能够理解你丈夫的感受。我觉得钢铁侠女还是此言不虚。对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。来，谢谢两位，快跑，接下来还有表演，手撕脸盆是吧？好，我们请一位上来检验一下这个脸盆啊。来，磊哥，是这样，你看看能不能撕得了，如果你要撕不了，他就撕你。确实搪瓷的脸，但是套一个呗。但是是不是比较薄的脸盆？搪瓷这个真的算不薄的，重量也还可以，它应该看起来就比较。关键咱甭管薄不薄。哎，磊哥，你踩一脚看能踩烂不能？我站上去应该没问题。站。对呀，你看，我觉得还是对吧？不容易的。接下来表演正式开始，来睁大你们的眼睛。
小心点。哎呦，天！为什么我就老想到那个陈不恒的脸呢？这个是真的，口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，口打开了，现在哇太厉害了，要把这个把它彻底撕掉吗？底它比较底又是一层，因为底它比较厚，它肯定加厚的，底儿是加厚的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太难了，底更难撕啊！妈呀！太厉害了，这个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哇，这可以了可以了，这很危险，不要撕了不要撕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太厉害了，可以了，太厉害了，不，这个我觉得如果有工具，我们都不一定能撕得开。我们在非常惊叹和佩服之余，想问问你，你没事撕它干什么？你为什么想出了这么一个表演项目？因为我从小的手劲就。略大那么一点点，略大一点，你哪里是略大一点？我现在特别理解，你公公婆婆不仅要把饭给你送到床上，而且一定要做得好吃，否则全撕了。我就觉得我特别佩服她老公的勇气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定是真爱，要看过她表演，还敢娶了她。其实很多人他还是觉得不太相信我到底。相信，我都相信，我信。这你说啥我们都信。对对对。说实话，以前看表演有时候还觉得硬气功不一定是真的。就看了这个东西觉得真的是真的。还有什么表演？咱还撕什么？撕人体吗？不，他刚才说有一个那个在鸡蛋上的那个、哦、对对对，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碎砖。这个节目它的成功率的话应该只有60%左右，所以不一定会。鸡蛋完好，一会儿你把它吃了。对，一会儿我们一定要验一下啊。哇塞！你有杯子，拿那个杯子。哇哦！帮他卸一下，帮他卸。确实牛哈！检查一下，感觉他们俩要出去哈。把鸡蛋打掉。真鸡蛋！哇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来把它全部打掉，而且你知道吗，这里的水是不少的。哎，怎么能做到那个鸡蛋上不吃劲儿呢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我们看了这个表演之后啊，最大的感慨还是艺高人胆大。因为这个节目也出过事啊，不是没有出过事。上去以后专放好了以后，他就像我跟你讲了，他一锤砸偏掉了，直接砸到我脑袋上面了。那个锤比你今天锤还要大，他们准备的今天是个8磅的大锤，他准备的是个12磅的大锤，这么大一个大锤，一锤砸到我头上，然后当时那个血就砰一下就飙出来了。对，然后当时头上这边这个地方就缝了7针吧，缝了7针。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轻松，就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的一个状态，证明我是一个好演员。
每当提到有关于父母，就是父母的爱的这种呢，我就会特别难受。虽然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孩子了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从小缺失的东西，就是在心里面可能永远就是一个伤害。有人一辈子在治愈童年，有人一辈子在被童年所治愈，所以一个好的童年是人生非常重要的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特别的重要。你现在有几个孩子吗？一个。男孩子？男孩子。你会让他练这个吗？当然不会啦，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吃的苦，我肯定不会希望我的孩子再去吃一遍。他多大了？14岁了。你想跟他说什么？跟儿子？嗯，我想跟儿子说，儿子啊，你成绩虽然不是很好，但是你都怪妈妈，因为妈妈没有文化，所以我希望你不成才，但是一定要成人。嗯，谢谢。但最感谢的不是你的表演，是你给我们带来的乐观的人生态度。谢谢国飞。谢谢。